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一早前往三峡区民生街公有市场扫街，握手到一半也开启直播，亲自走访问候外，不忘向线上的网友问早。他说，三十几天走遍四十个市场，一走就是二小时，让市民看到认真选举的人，未来也是认真的市长。苏贞昌按照惯例自己背住小型麦克风和市民问早，看到小朋友们也不忘推出未来盖儿童博物馆的证件，不少骑机车的菜篮族停车就等苏贞昌前来问候握手。苏贞昌说，市场的大家都起得早，市场也是民生生活的一个部分，因此要选市长的人来向市民报告是很正常。自己从选前倒数101天拂晓出击到现在，走遍了40个市场，清晨走到夜市，这样的诚意希望让市民看到，认真选举的人，认真做事，将来也是认真的市长。